我是琪琪。大家有发现我们今天不止背着近期包还在车站这边吗？没错，而且看我们的穿搭就知道我们要来久违的旅行了。那我们这次要来到的景点是称台北后花园宜兰罗东。所以今天呢，近期女孩就要带大家来这边踩踩点哦。大家想不到有哪些景点吗？那在开始之前，先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经过了劳苦的奔波，我们来到了第一站享富。听到我们肚子有点咕噜作响了，赶紧吃啦！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有推荐的吗？推荐的面吗？这个应该。哎，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。而且刚才琪琪原本说，我跟你合照，我吃不太下，然后就点餐，我一个小菜的面。来，我们餐点来了，肚子超好香啊，很饱。那我们今天点餐点有卤肉、然后还有油葱锅拌面，就是老板强力的那个茶熏蛋。你要先吃哪一口？我先吃卤肉饭，好不好？卤肉饭的卤真的很好吃，卤的很够味，很香。而且这一间呢是有受过一些美食节目的采访，重点是老板娘刚刚说有一位谁超级疼爱美少女，她说她在放假就会来。那你的卤肉饭是怎么一般的东西？吃起来饭跟肉还是结合在一起的，重点是又不会很闹来不在场。那个卤肉饭我也不是蛋白的，是湿湿的，就是不会不吃起来都黏在一起的。你觉得吃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它的那个蛋，听说是季节性。哦，对，每次来都有。加了粉粉的感觉，里面有很多蛋啊。哦，蛮咬下去的，有很多蛋。是加吗？是笨，是这个听说很厉害的，吃了会回旋的打旋蛋，就可以用来自己乱讲。是鸡蛋吗？茶叶蛋加温泉蛋的造型。已经就是把我们的肚子都喂饱了，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第二站。小姐，请问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要去美容院，要美发院，是要去富裕森林。哇，是一个蛮童趣的一个景点啦，里面有蛮多的主题展区，有九大主题，而且还会有 DIY 的哦。你看，动物打卡区。这边其实森林深处，然后也讲一些木，其实它这边都是木头做的。小小朋友，小小朋友，而且它是用弹珠，对，弹珠就是原料会做成什么产品呢？参赛者有琪琪开始，来先跟镜头说一声。他在干啥？有到，成功的广告，摆如果从这边的话就成功。跑哪边？来，哦哟，啊，来，你去敲敲看这个哆来咪，看看你的音乐天赋好不好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，音乐天赋显然不是太好。至少我还记得一首。好，至少还记得。穿吧穿吧，你要穿什么？男生陀螺，什么东西？你的陀螺没有动力的，还有吗？我以前很喜欢赛诺陀，你玩过赛诺陀吗？有，好像有看很久了。等一下，你这两个是，我怀疑他在乱丢。对吧？你看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玩送送毛毛虫。那那个叫毛毛虫，头好像是啊，毛毛虫哎，藻虫棒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其实我已经看到一只毛毛虫了。哦，速冻毛毛虫啊。放弃我决定。骑马小心哦！我骑的是马爸爸，你骑的是马妈妈，中间还有个马宝宝，你好线走。现在来看静静来打那个木枪。对，刚刚静静说他一定会全中。好，你枪手就在这。来，我在哪？等一下，我要看他中奖。终于搞死了！那个刚刚我是冠军嘛，然后琪琪是挑战者，但是我们有个规定，手不能太长。你干嘛？前面是故意。好，来，请选一把枪，你选哪一把？枪吧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超短小，应该。好。
连枪都不会用。啊，又没中。不要再玩了，不要自取其辱，真的啦。呀，没什么、啊。我会到晚上。刚刚有人说我用得很近，看他自己多近都没走。哎、欸，琪琪说要带我去看一个特别的东西。哇，到！哎，他是在蒸馏哎，蒸馏是什么？哦，肉木精馏哎，那个提炼过程。对，这个我刚开始冲出来，真的。哇，它是过滤工厂的。哎、欸，很缤纷哎，好可爱。再让你开箱好。好，这个的话。哎、欸，这个有可爱，它现在在滚，它现在在那个成型是，它在滚那个橡胶。哦，它跟你说生活中的橡胶是如何制造的呢？哦，是的 DIY 区。那内容物的话，就是它上面展示的样子，超可爱，你可以选择喜欢的就是笔材，然后把它装上去的。我们的教室里面会提供免费的教学跟耗材，哎、欸，可以在这边玩，然后就带回去。好。哦，真美，真美，你也会，嗯，这刚刚玩的木枪哎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期，对，我想把它买回去哦。哎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来看了，时间有限，我们要去下一站，走吧，走吧，走了。第三站，我们来到了深雀有洞的高空观景台。这个呢是怡然所创的高空观景台哦。嗯，没错，而且它是位于在深雀酒店的最高楼层阿楼。嗯，来到这边呢，傍晚是可以看夕阳，那晚上的话也可以观赏夜景。在他们的高空观景台是可以眺望这个怡然市哦。对，而且还可以边吃美食，然后还可以小酌。对，那我们就等待餐点来。点来的荔枝酒，哎，你的感觉是美耶。我觉得这杯怎么有点像果醋还是什么？是吗？它这杯是螺丝起子，进一步知道是炸鸡，然后知道来吃。还点了一盘螺丝蛋。第四站，我们来到了罗东夜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也就是晚餐这一站哦。那我们走吧。知道罗东夜市最著名的是蒲吧？我们的，刚刚那个琪琪有点酒意，现在还在酒醉，现在有点微醺，好像都喝半杯。来，点菜那个龙凤腿，来就是买这个，好，五百条。老板，你要买吗？你在哪里吃东西？在我们这里买东西。谢谢。烧现金蛋烧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去吃喽。我们玩了一整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的温馨小窝红民宿。没错，而且它是一家亲子民宿。里面长得超可爱，小朋友会超爱的。哇，多可爱啊！不知道，我们进去就知道了。走吧，那我们来开箱的。不是吧？这些台应该有小偷吧？这牌有什么？对不起啊。有密码，抱歉抱歉。哦，哎，好温馨哦！哇，墙壁都是书，哎，哪一本书啊？好，这边拖鞋。好，这边是一个很小客厅，其实蛮温馨的。还有附酒精哦。好，好嘞，三六。比较痛啊！我家缺酒精，我没有钱买，比较酒精。